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。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的惊悚电影《临时会议》。故事开始在一个孤儿院，女主来到孤儿院，打算收养一个孩子。她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养母没有直接把她领养回家，但也一直去看她。画面一转，领养的儿子长大了。早上，儿子表示自己在梦里听到了妈妈的尖叫声，女主没有在意。后来儿子告诉妈妈自己梦见了熊，这时女主看到了儿子身上的印记，她以为是烫伤，安慰儿子不严重。几天后，女主带儿子做检查，医生表示没什么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女主又提到自己和儿子最近都在做噩梦，医生还是安慰没事。在女主走后，医生立刻拨打了一个电话。这天女主带着儿子参观博物馆，她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结束后，他发现儿子不见了。好在从博物馆里熊像前找到了他。儿子问妈妈，熊吃什么？女主开玩笑回答，小男孩。夜里女主告诉儿子自己要外出工作，只能把儿子寄养到养母家。另一边，老人告诉大胡子保护神选者，阻止临时会议。养母是一家慈善基金会的会长，女主和他简单的聊了几句，表示要将儿子寄养在养母家里。夜里女主接电话的时候，儿子哭了，她急忙问儿子怎么回事，儿子告诉妈妈她梦见自己死了。女主把儿子哄睡后就离开去工作了。这天女主开车去工作，但是当她上车时却发现儿子出现在车里。就在女主表示自己不能带儿子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前方出现了一只鹰。女主在躲避鹰的时候发生了车祸，儿子在车祸中受了重伤，躺在了病床上。女主在儿子的病房里坐着，突然她发现了一条蛇，这条蛇爬到了她的肩膀上。就在女主要尖叫的时候，护士进来了，蛇不见了。警察找到女主，需要女主协助指认停车场死者的身份，死者竟是自己和儿子的私人医生。女主回到家中，后来发现了儿子的一段录音，她私下找了朋友帮忙，朋友指出有本书可能有帮助，于是女主借了这本书仔细研读。后来他想找的孤儿院的院长也死了，接着他找到养母商量，养母拿出了一份文件让他签字，签字的时候养母流了几滴鼻血，表示自己常常这样。领事馆的官员给了女主一份研究蒙古学者的地址，女主根据地址找到学者的家，发现了一张学者与父母的合照。这时一只鹰冲向了他，在逃跑的时候他发现学者死了，后来出现了一个亚洲人，嘴里边说着保护守护者，阻止临时会议，随后倒地了。警察局里，女主得知这个亚洲人是蒙古人，是他杀了医生和学者。这边警察得知蒙古人表示自己杀的是动物，救女主的儿子事关重大。另一边，女主找到领事馆的官员，表示自己父母30年前死于车祸，他们在俄国执行秘密任务，他想知道学者和医生为什么与父母合照。男主表示学者研究了超异能项目，女主的父母、养母以及医生都是其成员。最后项目出事，他们搬到法国成立了基金会。这边录音的事儿有了线索，紧接着他就得知儿子被养母接走了，自此他明白了养母绑架了儿子。他找到警察想要见见蒙古人，结果得知蒙古人已经死了，于是他偷偷地藏起了蒙古人的匕首。通过一系列的线索，他终于得知了养母绑架儿子会去的地方。女主急忙去了蒙古，从司机处得知有人一直跟踪他。他找到一家店，进去后高价请人帮忙到禁区，随后从后门出去，然而还是被敌人追上了。就在女主即将被害的时候，大使馆官员出现了，解决了敌人。他告诉了女主医生已经叛变，供出了他的养母和其他人。女主表示养母想要利用自己的儿子来完成石头会议，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两人来到了愿意进禁区的领路人这里，领路人表示只能黎明出发，黄昏时抵达目的地，还告诉了他们一个童话故事，就是守护者是具有治疗力量的神选者，在石头会议期间，邪恶的巫师召唤他们的图腾动物杀死守护者，只要成功就能永生不朽。守护者大约在七岁的时候身上就会出现印记，不过领路人并不相信这个故事，他只相信钱。第二天女主他们跟着领路人出发，到达目的地后领路人突然反目，不过好在官员把他打死了，然而官员还是被后面出现的人打晕了，原来是女主的前男友，
他用枪胁迫女主，还表示女主的朋友也在监视他。最后养母出现了，他坦明一切都是设计好的，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石头会议。女主为了救儿子，她爬进了管道，掀开了井盖，最后找到了官员所在的地方。女主拿起一把枪指向前男友，让他带路找到儿子，结果半途前男友逃跑了，官员追了上去。女主这时也感染了疾病，恍惚中她听到了儿子的喊声，终于她找到了儿子。面对大熊，她紧紧地抱住儿子，用刀杀死了大熊，养母也被官员杀死了。最后女主被一位老人救了，女主以为一切结束了，然而她的前男友没有死，还和女主的朋友会合了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